你吃过吗？释迦果，一人一颗。这是什么呀，老板？这个。刷脚。刷。酸脚还是刷脚？沙发脚。沙脚。沙脚。沙脚。这是什么？饼干吗？老板，这个是什么？王风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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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们西乡特产。哦。好，我们要一个这个。好。其实我是一个挺喜欢去菜市场和夜市的人，烟火气很足，而且本地人会很多，然后一些特产啊什么的都会在这个里面，就是很容易能了解当地的人文文化的地方。哇，这是我最爱的地方，是蛮酷的。我很喜欢菜市场，我只要进入菜市场就让我真的感受到生活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干蚝。煮粥可以吗？煮粥可以。可以吗？啊。但是我们广东人会用来蒸。蒸什么？蒸三鲜。蒸三哦，这三样吗？对啊。好啊，我要买这三个。哇，这个蒸起来。这个蒸起来。一定很香很香。那有没有什么可以直接吃的？这个过年呢，每家每户都会吃的，这个就是这个年糕。这是甜点呢、啊，算是甜点。它就是里面有花生啊，就像钱包荷包嘛。哎呦，我这个送给你们。哎呦，谢谢。这个拍摄转吃。谢谢。每到一个地方，都会想要去买一些当地的特产，然后用透过这些特产来感受当地的饮食文化。年轻人如果有机会来菜市场感受一下这种烟火气啊，会让自己更放松，然后重新充电的感觉。老板，这是什么？紫苏。哎，好，不要问了，他们来了。嗨。怎么样，任务？西乡菜市场。10分钟内完成词语接龙购买，以番茄开始。倒计时结束后，成功接龙数量更多的队伍就获胜。你们第一个购买的必须要是番茄，然后第二个是茄什么？啊，这好玩，这好玩，我喜欢菜市场。输的那一组就是要把今天的那个菜全部打成汁喝掉。那输赢怎么弄啊？你们会吃那喝那个汁对吧？可以。OK， 来吧。3、2、1，开始。第一个就必须番茄。你好，我想要买一个番茄。买一个番茄。可以帮我拿一个吗？番茄。一个。番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番茄。快去。茄子，给我。救我！茄子，这个拿一个，老板拿一个。你好，选项有没有紫菜？要散的。我要这个。哦，一种好，大家一起算啊。好，自个儿。这叫什么来着？菜苔，长了花的菜苔。你好，请问一下有没有甘蓝？老板，给我拿个这个。橄榄也可以。一颗就赢了，快点！赢了！哎，什么？10个。我们赢了，谢谢。那找个地方摊开来数一下嘛。你们先来，你们先找到的。好，我们从番茄开始。番茄、茄子、紫菜、菜花。嗯，花菜。这个不是花菜，这是西兰花。叫法不一样嘛，但是是一样的。菜花和花菜不是一模一样？它完全不一样。菜花和西兰花它不一样。是，当然不一样了，一个是菜花，一个西兰花。不是。
哎，等等，刚有说菜心对不对？菜心就是萝卜，对对对。菜心怎么能是萝卜？然后心就是西兰花，然后西兰花以后呢，就是花菜，菜以后呢就是。继续编，乱买的吧。萝卜就叫菜心啊，不是吗？是那个阿姨跟我说的呀。确实，这有一说一，你不信你看我一棒，这个我记得一清二楚。你好，菜头。菜头啊，萝卜是吗？对。好，哪一个？菜心。菜心。紫菜，菜心。心。西兰花。好，我们先听下去。花菜，菜头，菜头，对，菜头，头，菜头，头头，然后是茼蒿，头头被你变成头，茼蒿，茼蒿，然后再是蒿子杆，最后杆就是橄榄 ，yes。来看一下我们的，番茄、茄子、紫洋葱。葱花，花菜，花菜，菜。好，巧了。不对，刚才不是这样的。自己巧了。哦，是这样的。紫洋葱，葱白，葱白，白色的菜花。这个他自己拿着，不知道是什么。那也因为这个是红菜苔。这个对对对，哦，花菜菜苔，等一下，番茄、茄子、紫洋葱、葱花、花菜、菜苔、台上来的胡萝卜，太好吃了的胡萝卜。这个太坚强了啦！不信你可以尝一尝，很好吃。菠菜，哎，才找到的白菜，对。好了，就是这样了。那就是我们输了嘛，输。那既然你们输了，那我就觉得可以补充维生素。